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水母电影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惊悚片《鸡皮疙瘩之求爱》。小白是一名普通上班族，这天在上班的路上，他看见路边的水哥正在修理自行车，于是帮忙捡起了散在一边的工具，在递给他的一瞬间，水哥被美丽的小白深深吸引，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。水哥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，露出了迷之微笑。晚上，小白回到家，发现家里的门把上挂着一个礼品袋，怀着一丝忐忑加惊喜，他取下礼品袋，打开里面的盒子，谁知里面竟整齐地摆放着两颗牙齿，吓得他急忙扔掉了盒子。第二天，小白再次经过隧道，水哥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他摘下帽子，向小白展示着自己刚剃的光头。小白很害怕，快步离开了这里。晚上，当小白回到家，小白又看到了那个礼品袋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，结果又吓了一跳，这里面装的竟是一堆头发。到了第三天，小白又走到隧道口，他远远的就看见水哥在跟他打招呼，他深呼吸，鼓足勇气冲了出去。而在他的身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水哥的眼睛上缠着厚厚的绷带。而再次回到家的小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，当看到门把上没有挂任何东西时，他顿时松了口气。晚饭过后，正当他收拾东西时，突然门铃响了，他好奇地打开门，可一个人也没有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地上放着一盘黄黄的像咖喱一样的食物，可是凑近一看，竟是一盘红烧眼球。原来水哥竟把他的眼球给了自己。小白顿时瘫软在地上，他立马关上门，躲在墙角恐惧地哭了起来。事实证明，只有用正确的方式追求心目中的女神，你才有机会吸引她的注意，反之害人害己啊。好了，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鸡皮疙瘩之求爱》，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